我要下车，我要回去接着玩。这都几点了，你还没玩够？我以后不准你再去酒吧玩了。干嘛管我？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你最烦粘人的女人，就算是情侣之间也要有私人空间。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，我给你私人空间，那你是不是应该也给我私人空间啊？你就因为这个生气啊？我才没有生气呢。你真的误会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没有误会，您都把话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了。你听我给 你不用再跟我解释了，咱俩生活差别本来就很大。我们年轻人就是喜欢喝酒、喜欢蹦迪，你管不着我，不想让你管。但是你放心，以后我绝对不会黏着你，我给足你私人空间，省得你早晚嫌弃我。笑笑，我真没那个意思。停车。干嘛？停车。自己走回去，这马上就到了。我说要自己走回去，省得惹人烦。